双重保险开关设计。第一档待机模式，长按强电按钮即可使用。第二档为诱蚊模式，夜间发出变频光波。3000伏的强电压网，夹层正负极结构，触杀蚊虫轻轻松松，吸引蚊虫飞向高压网拍。3层安全电网不电人，哪怕是躲在小小角落，蚊子也插翅难逃。续航持久，充一次电约可用30天。